对于鳞癌做了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以后，70%的病人肿瘤控制很好，缩小消失。但是告诉大家，这是一个比率，这是一个概率，不是能预测到每个人都能肿瘤完全消失还是完全缩小。也有一部分人治疗效果不好，即使打了化疗免疫治疗，肿瘤也不缩小，甚至还会增大，这只能是一个概率。所以医学是一个测不准的科学，就是它不像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一套公式就能算出来、演变出来这个具体的数字，能算得准，但是医学就测不准。也正是医学的魅力，也正是我们医生、临床科学家不断地做研究、做这种大量的病例来回答的问题。鳞癌大的概率对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比较敏感，刚才我说了 70% 的病人经过化疗联合免疫治疗，病灶能够得到有效控制，甚至完全消失。